其实我这次回来最主要的意义就是看能不能喝到你们的喜酒。啊，你们都已经在一起那么久了，感情应该很好啊，喝一杯交杯酒看看哦。喝了 ，Cheers！ 那拜托，那叫干杯，交杯酒都不会。来，爱国王，交杯酒示范一下。来，交杯酒就是杯子要交错过去，再倒回来，喝下去。还要说我爱你，干什么恶心呢？就示范呢、啊，会不会啊？我喝交杯酒应该要看着对方啊，深情一点啊，然后喝完就要叫老公。他有什么好看的？他又不是你们老公，你还要叫他老婆呢？老公，老婆。立TV线上影视。